女人这六招很容易套住男人的心。单纯可爱，单纯可爱的女生在男生面前，她们毫无心机，能让男生对你放下防备，与你交心，保持气质。有气质的女生在男生心中是公认的女神，练就自己的御姐气质，能吸引男生，能让他们为你心动。散发母爱，有些男生需要女生呵护，女生能对男生散发母爱，很容易就捕获男人的雄心。装装糊涂，男人都不喜欢女人太过于聪明，尤其是自作聪明，所以懂得装糊涂的女人才是聪明的女人。女人只有在对自己没有伤害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是道德底线问题也是会过问的。妩媚诱人，优质男都喜欢性感妩媚的女人，就算知道是圈套，他们也愿意往里跳。男人在美女面前也毫无抵抗力。坚强独立，越坚强独立的女人越能够吸引男人。女人逞能的样子能让男人对你产生怜惜和青睐，女人作为新时代坚强独立的样子，男人会心甘情愿被你勾引走。